这个见异思迁、始乱终弃的骗子。自从你揭破女儿身份之后，我就知道什么叫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。身白衣，吊丧啊！不知羞耻！各位来宾。这就是大家期待已久的西夏联办凤纹金杯。哇，太漂亮了！丹宁，毒蛇出洞，听我指令，准备收网。你竟然敢关机，哼，该死的叶昭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哪，哥这就去找你算账。哎，这榴莲啊我全都要了。580万。680万。大牛准备。叶昭，还不快出来受死！
你逃不出我一诺大爷的手掌心。一诺，美女，一诺，到了阴曹地府还不肯放过阿昭吗？ What？ 别以为换了张皮我就认不出你了。不是，美女，冷静啊！一诺，你没事吧？哎，我看见好多西夏文字在天上飞来飞去，我好像认识他们。你大学修的西夏史？哦，对，挂科了。哎，行动终止。你在秘密行动？我不会又给你添麻烦了吧？是。哎，我好喜欢那个西夏金杯啊，多少钱？国家文物，不卖。胡说，那不是在拍卖吗？闭嘴。哎，你认识那美女？好辣。不认识。哎呦，不行，我要带你回去。车钥匙呢？这儿呢。乐队，行动为什么取消了？都是因为这傻子。只剩半个小时了，看一次少一次嘞。哎，这得看看大宋距今千年，你弄错了吧？没错啊，唐宋元明清，距今千年
大宋有什么错吗？元明清，元明清是什么？元灭了宋，明又灭了元，最后清朝又把明朝给灭了。美女，历史不太好吧？哎，等等我，等等我。原来这是另一个世界。怎么是你？你怎么知道我家地址啊？我问了你的那个同僚，那个叫大牛的。大牛那个大嘴巴。你可以收留我吗？不行。我求求你了，阿昭，你不要赶我走，我不会给你添麻烦的。不是这个问题。你一个孤身女子，你家在哪里啊？没有家了。我就知道那个男人是玩弄女人的人渣。哎，这小姑娘多可怜呀，看长相倒是人模人样了，还人模人样，明明就是贼眉鼠眼。先去那边洗个澡，把这衣服换了，别感冒了。大牛，你为什么把我家地址告诉那个莫名其妙的女孩？不，她不是我女朋友，你帮我查一下她的来历。阿昭。在这儿洗。用这个打开。你真不懂啊。自宋朝。嗯。你说我曾是个男人婆，欺骗了你感情。哦不，阿昭是个巾帼英雄，是我误会了他。你说我约好了要娶你，所以你要做我老婆。
医生，我家有个女孩精神不太正常。这个女人是谁？不知道，可能是哪个客人带过来的吧。把她给我找出来。蛇哥，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了？喜欢，我最喜欢的就是我的小芭比了。哎呀，听你描述的症状应该是钟情妄想症，俗称的花痴。因为啊，患者只相信自己想象出的事情，这个病需要深度治疗。哎，患者现在情况怎么样了啊？给我说说。不好说，有点正常又有点不正常。哎呦，这是钟情妄想症的典型症状，患者在不涉及幻想出的场景和人物时就是个正常人。你尽量温柔点，不要刺激他。找到他家人后呢，把他送来精神科接受治疗。嗯，知道吗？温柔。对啊。你吃饭了吗？阿昭饿了吗？我给阿昭做饭吧。你会做饭啊？叔父说我手艺可好了。你帮我下个面条。嗯。阿昭，灶在哪儿啊？煤气灶吗？在那儿，那儿有一个便携式煤气罐，用那个点就可以，蓝色的那个。到，不好意思。哎，你不是不认识他吗？你听我解释。别解释了，这相识这么多年啊，我才知道兄弟你是色中恶鬼。阿昭小心，他是西夏皇子，是坏人。西夏皇子？我？放开我，放开！事情就是这样的，他患有钟情妄想症，俗称花痴，以为我是他恋人。花痴你都上？你这是禽兽啊！你胡说什么呢？这是误会。他怎么不花痴我呀？你在他印象中是什么西夏皇子？西夏皇子？哎，多帅啊！说不定是我前世啊。你是小孩吗？这你也信？他还觉得你要杀我是敌人。敌人？来，你先把这个敌人杀了好吧，我去杀另一个敌人。哎，等等，记得我刚刚说的，别乱来。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？我可是好人，怎么可能乱来？你没事吧？
说过不要乱来。你不但乱来，还对一个有病的女孩子乱来。我没乱来，我还没来得及乱来呢。他调戏我。哎呦，我真是冤枉啊！我才说了两个字，我怎么调戏你啊？你到底说什么？我叫他小姐、啊。他叫小姐。他把我当成青楼女子。说小姐是有些不妥，那应该叫什么？未出阁的女子，当然叫娘子了。我想他脑子是有点问题，你来啊，我走。小姑娘，小姑娘，哎，等一等呀！你怎么买这么多东西啊？阿姨帮你拿一下。不用了，大娘，给她吧。别客气，大娘帮你拿一点啊。谢谢啊。你这么年轻漂亮，怎么穿着男人的衣服干体力活呢？你男朋友呢？哎，大娘，女子须得三从四德。女戒曰：一曰妇德，二曰妇言。哎呦，停！小姑娘，你这思想很危险啊！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女人能顶半边天，你这想法哪来的？什么三从四德，包办家务，我看你是洗脑被洗坏了。那女人不做家务还能做什么？多了，唱歌、跳舞、教师、售货员、医生，女人有什么不能做的？非得在家里被男人养着做米虫啊？怪不得啊，被人啊随便糟蹋。哎，你也不能用那女强人那一套吓唬小姑娘。哎，做家庭主妇啊，没有什么不好的。是真人吗？是啊，这是电脑，你都不知道。对了，我在网上买了些女装，不要穿男装了，不合身。阿昭，你喜欢女孩子抛头露面的跳舞和工作吗？嗯，我喜欢有梦想、有追求的女孩子。阿昭，我喜欢这个世界。Thank you.
在这个世界，女人真的什么都能做吗？你们跟着我干什么？哎，你们两个干什么呢？姑娘，你没事吧？多谢壮士相救。你这个人可真有趣。找个面喝杯咖啡吧。咖啡？嗯。这么说，你是在找工作？嗯。正好，我有一家经营古董的公司，正需要你这种有气质的人才加入。你愿意聘请我吗？求之不得。桂嫂，啊，我有个想法，我想换一种装修风格。什么风格？我要把这里装修成西夏王宫。这个最近吧，我总感觉自己有一种西夏王子的气质。哎，这样，你呢去找装修队和工程师，我去买些西夏古玩来装修房子。去吧。少爷又疯了。传世之琴，局部用的一定是金银粉末的八宝灰胎，而此琴用的是白色灰胎，稍一受潮极易成片脱落，所以结果呢，此琴重实温劲，不失是一把好琴，但这不是一把真的雷琴，而是一把仿琴。柳姑娘果然是好眼力，这把琴确实是民国时期仿制的雷琴。这把琴我买了。公子，可这是一把仿琴。只要是姑娘弹过的琴，我都买。我买。我买。这琴是我的。我想买点西夏古玩来装修房间，你一会儿给我开个单呗。好的，先生，您稍等。嗯。柳姑娘，今天你的表现实在是太好了，我很看好你。先生。啊，好，好。那个穿白衣服的是谁啊？哦，那位是柳小姐，是我们杏花微雨的头牌鉴定师。啊。明晚要拍卖的东西你们怎么还没弄好？对不起老板，马上好。柳姑娘，明晚8点在西郊码头有一个海上拍卖会，我呢想邀请你
作为我的女伴一起参加，能不能赏个脸呢？抱歉，我要回去陪我未婚夫了。你有未婚夫了？我还真是羡慕他。那好，你先回去早点休息吧。嗯，谢谢老板。见过这个金杯，在哪儿？我在杏花微雨的时候看到蛇哥在理货，里面就有这个金杯，说是明天晚上8点去西郊码头的海上拍卖会。这消息太有价值了。杏花微雨，你怎么会去那里？你不是说女人要有追求和梦想吗？我就去那儿找工作了。可是杏花微雨不是什么正经地方，蛇哥他就是一个恶棍，你别待在那里。嗯，好。收到线报，明晚8点，毒蛇出动，西郊码头，围堵蛇哥，追回金杯。千万不要走漏风声。嗯。等我回来。柳希音的未婚夫竟然是特殊调查局的叶昭。都看着点啊，马上就快装完了，装完准备出海。好的，老板。动作快点啊。都快点，轨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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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叶队，这跟我没关系，他袭击你抓他，别拿枪指着我呀。蛇哥，你走私西夏文物出境，人赃并获，这个理由可还满意？您说什么？人赃并获？我没听错吧？证据呢？大牛，大牛。叶队，我不过就是想出海吹吹海风散散心，顺便再钓两条鱼来吃。怎么，这样也犯法吗？这些东西你想要的都送给你，何必弄得这么兴师动众呢？等等，今天的事情我会投诉你。叶队，小心女人呐。叶昭，哎，你怎么受伤了？没事吧？啊，我发现那个花痴病啊，是会转移对象的。上次在杏花微雨，我看见你们家那个花痴病娘子和
和蛇哥在一起，两个人特别亲密。他们很亲密？对啊，特别亲密。我听说啊，他现在是杏花微雨的什么头牌鉴定师，蛇哥可宝贝他了。哎，你说这个花痴病会不会转移到我身上？哎，坐下。哎，没事没事啊。哎，坐下。看什么看？坐下。阿昭，都到家门口了，怎么不上去啊？怎么样，抓住坏人了吗？怎么受伤了？够了，我不是你阿昭。我暂时还没有查清你的来历，所以你不能留在这儿。一诺乡下有套闲置的度假屋，你先搬去那边住。等你找到家人了，或者你自己想通了，就自己回去。我的度假屋，你不跟我打个招呼就用？想用就用，反正我房子多。阿昭，你又要赶我走？这次又是因为谁？蛇哥的金杯是个圈套，我的任务失败了。你怀疑我？你竟然怀疑我？
你真不用去医院？没事，皮外伤。哦。哎，你说你喜欢人家姑娘，这两情相悦的，你对别人那么凶做什么？这说不定都是误会，他根本就不是蛇哥的人。他喜欢的人不是我，是个同名同姓、也叫叶昭的人。啊？他认错人了。不懂，别管了，这女人嘛，喜欢她追就是了。我现在的目标是抓住蛇哥，找回西夏金杯。他在我身边很危险。哎呀，我都说了，有可能是误会。如果真是误会，他在我身边更危险。柳姑娘。你怎么了？跟男朋友吵架了？我就知道他是个王八蛋，这么好的女朋友不知道珍惜，真是不得好死。要是我，我绝不会让你掉一滴眼。叫我心就好了。柳小姐，柳小姐，柳小姐，你走慢。我把昨天的定金都带来了，只要你高兴，我怎么都可以。给你花多少钱呢？我都愿意。我只要这些钱呢，我全都要。这些钱，我请你吃个饭，给个面子，全是您的。你觉得？柳小姐，你想吃什么？你说。柳小姐，你告诉我，你看你想吃什么？真是太美了。给我安排一下，今天晚上我要和西音烛光晚餐。师哥。你不是答应过我今天要陪我过生日吗？拍卖会结束以后安排飞机飞香港，我要送他一个大钻戒。蛇哥，蛇哥，你只有这样的女人才配做我蛇哥的妻子。等等等等，蛇哥，你不是说你会娶我的吗？啊！不过是个婊子还想让我娶你。我接个电话。喂。啊，对对对，假金杯做得非常好，专家用仪器才能分辨出真假。你把假金杯要拍卖的消息放给叶昭，骗他来拍卖行，顺便找个机会做掉他。记住，手脚一定要干净。另外，给真金杯联系海外的买家，他们出的价钱非常高。对，还是老样子，走海运。
嗨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买东西啊。哎，这个铃铛挺不错的，特别有品味，多少钱？不卖。为什么？这是西夏王的爱妃之物。西夏王的爱妃？那个我知道。我的天，那个爱妃真的是相当风骚，特别风骚。风骚？对啊，我在野史里看到，说那个爱妃是汉人出身，据说还是苏妲己转世呢。红颜祸水，生性淫荡。据说当年和西夏王啊，那真的是颠龙倒凤。接着呢，他又跑去勾引他儿子，两个人居然玩什么两龙一凤。不好意思啊，反正当时是勾引的西夏男人呐，那真是神魂颠倒。哎呦，你说我要是西夏王子多好啊，这等尤物啊，那总得见识一番。不过想想还是算了，听说那个女人的命啊特别硬，克父克母克友克男人，只要跟她有关系的男人都咔通通都死光了。不过还好，最后这个女人呢还是被愤怒的西夏人给杀死了。哼，该死。她真的该死吗？当然了，祸国之星，不祥之人，他若不死，那必定害死更多人，好不啦？怎么了？你不舒服啊？哦，对了，你也别怪叶昭，叶昭狠心，那也是为了你好。干嘛？滚！啊！你打我干嘛？怎么了？他打我！他轻薄我。哎呦，那可冤枉我了！我什么时候轻薄你了？哎，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放开！放开！真是神经病！你信不信？嗯，说那个女人的命特别硬，克父克母克友克男人，只要跟她有关系的男人，通通都死光光。蛇哥的金杯是个圈套。祸国之星，不祥之人，他若不死，那必定害死更多人，好了。祸国之星，不祥之人。叶总，你真的要一个人去吗？你们按计划行事，太危险了。我有分寸。在这儿干嘛？我陪你做傻事啊。我做什么傻事啊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金杯是假的，你就是过来找他的。嗯，
鱼上钩了。现在有请杏花微雨的头牌鉴定师柳希音小姐。大家想不想知道这金杯背后的故事？北宋年间，有一个女孩深深地爱着自己的表哥。那位表哥是一位战无不胜的大将军，还曾笑着说过要娶她过门。没想到这位表哥却是个爱扮男装的女娇娃。一句戏言错爱一生，他哭过，闹过，寻死过，可是人家女才郎貌，早就没有了他的位置。他流落西夏，吃尽苦头。可他明白，宋夏必有一战。他要像那位将军一样，挑起家国的重担。于是他潜到西夏，挑起了三大家族的恩怨，为将军铺平了道路。白银寨一战，正是相聚之时。可他太累了。回家的路又太远，于是他喝下了西夏王赐给他金杯中的毒酒，如愿地死在了将军的怀里。他相信这次将军不会骗他，因为将军说下一世一定会做一个男子来娶她。这真是一个令人怀念的故事。是假的，看看我拿下他。真的金杯里有醉仙草残余，醉仙草无色无味，千年不坏，与酒混在一起产生剧毒，此毒腐骨蚀心，中毒者死状凄惨。你们猜猜看，真的金杯在哪里？真的金杯，这We'll be right back.
不要给我。蛇哥，你陪我去地府作伴吧。说，怎么样才能把解药给我？你要钱吗？我全都可以给你。我不喜欢钱，我只喜欢命。我会好好折磨你，我会让你生不如死。折磨？好啊，我倒要看看，是你的手段厉害，还是西夏行堂的手段厉害？你个疯子！你是个疯子！说，金杯哪来的？或许我可以饶你一命。我到了西夏皇陵，你满意了，给我解药。去死吧！你耍我！蛇哥，你走私金杯是文物走私罪，造假金杯是文物造假罪，拍卖金杯更是文物倒卖罪，证据确凿，今天你在劫难逃。你怎么来了？我不是笨蛋，你居然让他用枪指你的头，真是气死我了。那你是来救我的？我是来抓蛇哥的。真是郎情妾意，羡煞旁人啊。八明，快带我离开这儿。蛇哥，真对不起啊，我可是个婊子呢。杀了他们。成奇迹，从不曾恐惧过枪林剑雨，铁石心探究你疼惜。
在他的项链里放了小型炸弹，你要是开枪，我们就一起死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要金杯，还有，让你的人撤出游艇码头。我平安后，自然会放了他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我的金杯啊，那是假的啊。真的金杯是我在拍卖场上摔的那个。不是，那醉仙草怎么回事？世上哪有什么千年的毒药啊，我就随便找了点草药给他调了调，让他肚子痛。这女人啊是真会骗人。金杯，我的金杯，金杯。幸好没伤到要害。你真的来自宋朝？你是金杯故事里的女子？你觉得那个女子她真的是不祥之人吗？不，她很勇敢。你说的叶昭是什么模样？我喜欢的阿昭，他深明大义，英勇无畏。我喜欢的阿昭，无论有多危险，他都会来救我。我喜欢的阿昭，无论我做错什么，他都会原谅我。我喜欢的阿昭。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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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里面请。谢谢谢谢谢谢，欢迎欢迎欢迎，里面请。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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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里面请。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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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啊。欢迎欢迎欢迎，快里面请。啊，李总来了。你们俩里面请，到现在才过来是吧？啊，怎么样，这博物馆不是我的，金杯不是我的，我投钱做博物馆馆长总可以吧？啊，行行行，意不意外啊？干妈，哎呦，哎呦！一诺现在终于得到他想要的了。我也得到我想要的了。你是我的。
将军说下一世一定会做一个男子来娶她。我一定要立个大功，好让官家给奖赏，让爹没话说。你们在义庄看见了红衣女鬼？着你驱逐穿过荆棘，每道伤刻画成记忆，从不曾恐惧过枪林箭雨，铁石心探究你疼惜，驱散无期爱恨着心。